弥陀的这个慈恩回报。大会开始，咱首先来欢迎咱今仔日的这个长官以及咱的贵宾莅临。所以咱一日，咱首先来介绍咱今仔日所莅临的这个长官以及咱的贵宾。首先，咱欢迎咱的王警察局，咱的王局长莅临。好，大家阿妈，谢谢。再来就是咱的刑警大队，咱的王大队长。再来，咱的交通队副队长，咱的张副队长。再来，咱的妇幼队的总队长。再来，咱的玻璃课的这个习课长。再来，咱的户口课，咱的蔡课长。啊，我唔知。再来，咱的好龙长，咱的敖局长。再来，咱的好龙长第二组的，咱的林组长。再来，咱的好龙长侦察队，咱的罗局长。再来，咱的好龙长第三组的，咱的罗组长。再来，咱的好不容易叫第四组，咱的陈顺官。好不容易叫第五组，咱的洪组长。再来，咱的罗连组，咱的陈所长。再来，咱的镇民代表，咱的。经代表，咱的宋秀文代表，咱的代理，咱杨代理的理事长，跟咱社区的理事长，咱的代理事长，咱的巡守队，咱的大队长，咱的三大队长，来，咱的老人会，咱的林会长，咱的健康队，咱的吴理事长。咱下来跟金友站咱的王站长，以上感谢咱这的长官，咱这的贵宾莅临。咱今是咱两台社区发展协会一百年度的这个主办慈善会报，咱今日非常欢喜，会当来办到这次的这个主题会报。哦，阮社区以及咱遮个社区，咱即个巡守队遮同仁，安尼非常的欢喜，会当互阮社区真正的即个荣幸。所以咱今仔日贵宾咧，咱甲以及咱的长官，所以咱今仔日咱首先来请咱的长官来甲咱致辞，来咱请咱的王局长，哦，咱的公安警察局，咱的王局长来甲咱致辞，拍一下手啊！啊，感谢大家吼，大家晚安。咱今仔日人才社区发展协会，咱的社区的社区治安会议的主持人，咱林总干事啊，咱的社区理事长蔡理事长。我们的国防消防队三大队长，咱市民代表、总代表，老人会林会长，咱建筑队吴理事长，以及咱外来所啊，金友会金友站的王站长啊，王站长，欢迎大家哈，然后吴理事长哈，啊，今天呢。咱本局吼，警察局真欢喜啊！
来参加今仔日咱遮举办的社区治安会议。哦，我看到遮侪人，啊，我去北港参加一场，差不多只一半尔。今仔算起来差不多，安尼也走了偌济人？啊？超过超过两百啦吼，啊后壁徛咧徛咧看也无算啦，啊，有位超过百倍啦吼，啊徛咧看加起来两百以上吼，所以可见吼，大家对今仔日社区治安会议的重视啦吼，啊今仔日有刑警大队、啊交通队、维和队，啊啊甲咱一位科长吼，副科长、所长以及内勤的各组。啊，组长甲孙光在遮，吼、哦。那，根据我了解，咱外来所、外来派出所，啊，咱连台社区的治安非常的好，哦，非常的良好。那尤其这几年啊，一年比一年较好。我大概就是因为咱社区发展协会吼。经营非常的健全啦，看今仔日的组织，大家干部啊，甲相关的这个理事啊，甲咱代表来出席啦，咱就看出来啦，咱的组织非常的健全。那尤其伫咧九十七年，咱的孙秀珍过来成立，更加吼对咱的社区的贡献，搁特别多。所以他说，咱陈所长啊，一直咧讲，话咱附近。即卖治安啊，啊，甲交通以及各项的服务工作，一年比一年做来较好。哦，所以我第一点是遮，啊，要代表警察局向大家来说声，啊，因为治安甲交通甲服务啊，是咱政府的本质。那这几项若做会好，咱这社区就安全，大家就平安，生活就过得愈好。那第二咧，是咱社区。治安会议上重要就是要听大家意见。那平常时大家就应该有问题，跟咱派出所互相的联系就已经足好了。哦，那平常有意见，大家就拢提出。但是今仔日呢，看大家在踊跃来参加，哦，看各有啥物问题，要予咱警察局来替大家服务较好个，就再来再利用这个机会吼，希望大家当提出。那我伫遮，哦，会当甲大家回答，也是会当甲大家解决，一定是尽力，哦，替大家来做。啊，另外讲，啊，这个可能是别个，毋是警察单位，毋是警察局的，我嘛会记录起，啊，我嘛会来，看你有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处理。反正今仔日，啊，大家都有意见，我拢非常的重视，哦，只要大家有意见，我会再提出。咱希望讲咱这人在社区啊，啊，咱的治安会更加好，哦，咱的服务会更加好，这种对大家拢非常的方便，哦，以上啊，大家做简单的报告，多谢大家，好，多谢大家。咱参加感谢咱的王队长来致辞，我来请到咱的刑警队，咱的王大队长来给咱致辞一下呢。我本部长郭碧云猛安哦，啊，荣幸哦，这一年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啊，当然老乡都给阿拉家组织人接受，啊，我主要呢哦就介绍哦，来节省时间啊，谢谢。就是咱拄只介绍过这个，咱的社会处，咱的张小姐，哎，欢迎拍拍，加加上去。以及咱的乡，咱的林东平，咱的林东平先生，哎，哎，欢迎欢迎哎。来，无咱即马咱来宾，地主咱个听吼，啊，咱听无啊无吃着，较歹势。嗯，但是我即马来以咱个两台社区下底简单个报告。咱两台社区咱个感觉，
咱首先，我相信咱大念彩礼，咱会阿无了解讲，咱念彩礼的由来，咱念彩礼有偌济人数？哦，目前咱的社区，咱的户数，咱有1279户。哦，咱的查甫的咧，有1994个；咱的查某的，有1840个。哦，总计咱念彩礼。有3832个。哦，咱是徛伫咱的后尾镇的北边，咱的隔壁有咱的本地里，西边有咱的本地里，东边有咱的新疆里，南边有咱的建国里。咱念彩，啥物咱的？凉菜社区，咱这个名称是安怎的由来？因为过去咱凉菜是以咱的信仰中心，咱比如咱专利的咱的北极的免上帝，哦，是400多当前有这个老前辈来请着咱的上帝公来咱的凉菜里来调理咱的现在的苗子。所以咱简单报告就讲，这个就是咱念菜的由来。嗯，本来咱念菜咧，本来伫咱这个念菜内底，咱以早咱所了解就是讲，咱的飞龙机坪，因为当时这就咧改着海军的这个训练基地，咱的飞行员的训练基地，所以从以早的新吉利亚三合庄。新吉庄啊，才会来关山飞因迄边，所以你叫做新吉利亚。咱伫民国82年，咱来成立这个念彩社区发展协会，咱至今有将近这边20冬啊。所以咱的第一届的这个理事长是由咱前咱的理事长啊，伊即马就过身，咱的临时组。咱的林理事长来担任咱的第一届的这个理事长，第二届由咱黄志明先生来担任咱的第二届的这个社区理事长，第三届由咱的组长来担任咱的第三届这个社区理事长。即马咱的社区就是第四届，第四届由咱现任咱的理事长来兼任咱的社区理事长。因为咱的社区伫咱好尾镇，咱算起来，咱是一个真好的这个社区，真好的这个店的这个社区。咱的人文呢，人文呢，因为我过去有参加到这个富林关迄个社区联谊会，我有去参加，因为一日拢有提到电影的特色，所以讲，大家在讲电影的特色迄个时阵呢。我有提起来咧讲，咱的人才的第一特色，我有讲啊，互一寡大学的这教授笑啦。我讲我人才，就是咱布第二上轰动的时阵，咱的苏扬文甲廖克会出世地啦。遐教授讲，哦，你看当几这代志，这故事一直讲落去无？哎，讲我讲，我都知影咧，知影咧，尔知啊，过去布第二的数字。咱的大叔吴俊良的时代人的时阵，我就较无了解，我就知影讲，为国地的轰动是为着啥？啊，虽然无来，啊，虽然无就是咱大叔咱吴俊良，伊就咱念菜生人，啊，咱的六合，啊，虽然无就是吴俊良编辑所做出来，所以就是伊会出生的面。搁一点呢，就是我最近咱的社区也有做到这个去，这个中央。那个文化局去参加到这个电影特色，我有甲做一个塔拉米亚，因为咱在地有这个塔拉米亚。目前咱文班可能拢无啊，这个塔拉米亚工厂，所以我有做一组伊也去参加比赛。虽然是讲无得名内底，但是嘛得了优等啦，哦，嘛得了优等。再来呢，咱有咱400多年。咱的现身上帝，比如咱专业，咱的上帝讲，
再来就是讲，全国拢无人有的所在，就是咱念台里，咱有一个十二路，咱的五分啊火车，会当当作是比会当软过高铁的这个十二，只有干咱念台有尔。再来就是讲，咱一百零四年，咱的森林的这个车站，咱有要通车。伊个范围内是以咱的昆地啊，甲咱盐菜的这个范围内。搁一点呢，就是讲最近县长计划处有来找我，伊讲县长上注重咱盐菜里加新农里，因为咱一2013年要咱伫咱的空军训练中心要来办这个全国农业博览会，办这农2013年。要办这农业的这个博览会，咱是咱在咱的区内底，所以伊有真侪经营到咱的社区来运作，但是咱社区只有爱用人出人，环境来出钱，所以讲咱爱办这个背景计划，咱即马爱有60个的这个大家的教授要来甲咱教，咱来招60个来上课6点钟，一边3点钟。主要这上课，这较简单讲的，就是讲咱的地方的这个计划书，就是咱将来要安怎来做，就是以这60个来上课了，伊会发一条证书给咱。所以讲，希望大家咱里面的来甲关心咱的社区，尽量来报名来上课，6点钟，哦，给咱的地方，伊即马是农村改造。咱的中央政府有骗到10年，1500亿哦，不是1500万哦，1500亿，要咱的社，要咱的社区，哦，全国的社区做计划要来防堵，但是咱若无想过这个背景计划来上课嘞，伊拢袂当互你，袂当互你，所以要上课有分做4阶段，咱若4阶段了，伊一年拢要500万互咱。地方做咱的地方建设，所以我拜托大家尽量来报名来上课安尼。哦，啊，以上因我简单从咱的社区介绍到这。哦，感谢咱这的盐菜里这时段，以及咱这的顺手这同仁会当来参加咱一个这治安会议。哦，大家真多谢安尼。再来，咱的社区的这个治安的这个报告，由咱外来派出所，咱的陈所长上关心咱盐菜里上事事行人，伊所做的就是对咱盐菜里上要甲咱关心，甲咱斗帮忙咱的社区巡守队的这个陈所长，大家拍下鼓，甲感谢一下呢，大家好，谢谢，感谢咱亲爱主持人啊，咱的局长。咱的警察局的作为长官，啊，甲咱分局长，咱分局的作为咱的组长、咱队长，啊，甲咱警察局、咱社会处林小姐，啊，甲咱消防局啊，咱的长官吼，来接咱本地各位阿伯阿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咱罗来出所所长吼，直接来提出报告。针对社区治安吼，足感谢咱社区吼有大家共同的参与，我们结合我们社区的所有我们巡守队，咱得好好，咱的卫生单位，咱伫咱社区内底创造一个双赢的一个社区。其实，阮革命到任以后，伊一直要求阮来去做惠民服务的工作。阮革命到，伊嘛一直要求阮来做异同于特色，就是讲，咱派出所是大家的派出所，咱派出所永远是甲大家徛做伙，咱。警察单位是要为百姓来服务的，所以直接提出咱这几年、甲这几个月，咱直接服务的成就，和大家做一分享。咱社区的经营吼，咱是要透过大家一民一家亲，结合咱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透过共同参与来营造一个健康而美丽的一个新生活的社区环境吼。啊，我是对一张相片吼，我以最简略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吼。这是咱顶年度，咱配合地检署，我们刘警察长带来这来办一场
全国那个反诈骗的110，还有165的宣导，哦，这个部门发展的速度，最近在咱云林县地区，阮花卉才嘛发生一件，足多吼，拢假借检察官，啊是讲伊是法院，来大家讲，敲电话讲你有啥物钱无啦，吼，我才是怀疑你诈欺吼，你爱上你的迄个户头的钱，出给我，我要监管你的账户。其实这咱已经算到足久个啊，我特别要把这时段报告。如果你若是如果听到这电话，你一定爱记个。第一时间来挂电话，卖慌张。第三，咱十番说讲一下，啊，阮来做后续的处理。如果伊若讲要叫你去倒领钱，你讲好不要紧，我叫阮囝转来，阮后生交代我来，啊，你个十番说讲，所长交阮副局长、阮局长、阮所长、阮队长、阮中将一警察团队，阮就好来为大家服务。好，先报告一下，再来。这张是代表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心目中咱警察，咱警察的价值的是，咱警察做善良，那么做正直，那么做拍命。尤其我们很诚信，再者我们有包容心，我们以尽己的心来为大家服务。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例行性，我们每三季咱派出所改班的，我们会办理一个倾听人民声音。咱派出所咱做啥？地区需要派出所服务是多一点。再来，真心感谢，若是咱今日咱经庙，咱上帝也讲，是顶年咱来去普渡会吼，咱做侪咱侪人陷入咱共同募资，后来直接拜拜普渡以后，啊我来拜访咱的李定经义啦先生，我讲吼，咱砖头有足侪足困苦的人，包括咱附近遮的砖仔头吼，啊李定也好啦吼，啊咱迄个庙的主委吼，当中咱砖头分做一时段，咱是将马龙集结，咱去关怀弱势族群。咱这个工作，阮决定做重视，我们持续一直在推动。所以今天报告，咱即马警察办理马咧推动一个马上关怀站张龙花补助基金会。如果咱若厝边头底，若做一较艰苦，就帮助来去查考，去遐来帮助吼，吼，讲多一点，啊，阮尽量来为大家服务吼。即张，这是阮的计划发展宣导，这是阮最优秀的副分局长。这嘛，常常拢来咱砖头甲大家做伙吼。那些我们警察，我们所需要服务的就是民众，他的立即需要帮忙的，所以我们很主动的投入社区的营造的一个工作。那么，再接下来我们简略的算到些家庭暴力，提醒要大家的报警。但吼，家暴吼，甲大家拢关系，拢隔壁拍囡仔，甲咱无关系。其实，阮做侪种关，包括阮家。妇联会最近嘛是这样吼，那家暴有时啊，办会有诶会是伫咱诶厝内，啊其实足侪你看即卖儿虐事件吼足严重，所以咱即卖就是爱较提高诶，厝边头边闹啥问题，咱报较紧诶，即嘛为着大家迄落，啊你若真正是部分唔办，咱派出所嘛有免费随时我们乐意为大家来咨询相关的法令，如果阮若较唔办，阮嘛找阮诶法制室来做一个清洗吼，来报告一下，再来，咱。这部分我特别去做报告一下，这个是咱系统的一个小妹妹。咱即马吼，伫这个社区内底吼，我每天营造吼，我们结合社区巡守队，咱要营造一个安全走廊，咱下课，咱尽量卖单独一个人。那小妹妹、小朋友，最好是结伴而行。啊，咱系统啊，无落在，咱就近靠上要站起来，哦，绝对不要在一个人跟陌生人讲话，不接受，甲咱不熟悉的物件，互咱，这点就大家做一个报告一下吼。那么我们自我防卫能力，即个名咧讲，我刚刚讲过，咱远离死角吼，啊避免落单，就是我讲的。啊有啥物代志，你都，我都你看到电台的叔叔挥个手，或是说我常咧讲的吼，上个礼拜在讲的说，我们到西北那个都是全家，咱比咱那个烈士国小跑，你看几个全家，你叫小朋友去底下，啊，叫警察来，叫爸爸妈妈，安南的人家乌白来啊，吼，这点大家知影一下吼，再来，咱。大来派出所，咱因为有咱局长、甲咱副局长咱支持，所以阮一直吼做拍命为地区来服务吼。阮嘛长期甲咱董事长、吼咱陈大队长吼，啊甲咱副大队长、咱社区咱代表吼，咱一定最用心。我们一直在规划一个我们社区的治安死角的一个道路吼。那我们透过社区安全会议的压力，要共同来解决。咱社区内底有啥物问题，所以等下我按时段报告，恁若有啥物意见会当讲出来，阮决定到阮足侪就我一只会当等于来做足好个服务吼，来报告一下吼。再来，我们这边派出所吼，我们这边派出所不能讲观念，我提醒我们同仁吼，现在就是咱从这为主，咱个人草，咱那草屋吼，咱茅草屋吼，事实上。
我是感觉讲，咱外表并不重要，一个社区营造吼，如果很温馨，它的外表不重要，它如果住起来里面是很安宁、很和乐、很快乐，那我个人来浅见，我感觉相对我做毛草屋比较快乐，所以那两块砖起来就温暖嘞，吼、哦。啊，再来，我是对咱即从三个月一期的自然状况的一个比较吼，咱今年都比安吼，比较的，那是对于讲咱机车失窃案件来讲吼，咱一百年都到全貌为止，咱总共三百三道，好多啦。中年都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咱有三百四台，所以明显我们是有降低了吼。那最近是顶礼拜份，就顶迄天有去潘寿龙边的，迄天公交阮嘛去看一件机车窃盗案件。啊，所以讲其实阮最认真咧拍片，啊，嘛足感谢咱巡守队，咱跩士大，咱跩兄弟吼，弟兄们很认真。你个晚上听个孙子拢打电话拍说，我啊，今仔日帮查看吗？是来有啥足感动？咱你个在咱巡守队在士大足出名，哎，你吼，那打叉两支皮拍做伙，就是啊，我们查不嘛，我随查一下，啊，所以足感谢您吼，谢谢。再来监督一下社区内底吼，咱失窃，咱失窃的路段吼，甲地点吼，一般咱拢是点菜讲夜市，夜市是我也无来进前吼，咱一暗上暗要探七只好多吧。啊，咱今仔来遮真感谢咱高队长，啊，刚才水手队咱拢协防，我们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失窃摩托车跟机车，也把那个车子的玻璃窗打破，啊，容易偷窃，人家啊偷窃饮料，今仔拢冇发现啊，所以咱做了转以后，咱继续去将咱的两台灯的精神提出来，咱拜托是咱两台，咱和平的上大业绩，所以我们周汤在为了第五的这个名声，我们好好继续再努力下去，大家说好不好？再来。针对咱 A1 事故吼，这个部分吼 ，A1 事故咱真歹势吼，伫前两天啊，阮大来遐发生一件吼，啊，这实在是我们已经尽力在防治了，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比较下来，我们还是降，我们去年吼，我们派出所都降低两位数吼，才来报告的，啊，所以讲我们头爸爸等不要忙甲求救，不然爸爸嘛严正而执法吼，但尤其咱事主是当然，咱目前绝对袂当甲求救吼，过来。阮派出所大大小小，感谢着各位长官的疼痛佮支持，所以阮的工作理念，我特别带出来。阮大大小小，阮全部上上下下，就是阮要快乐做，阮要欢喜做，阮要感恩做，安尼会当得到足快乐的社区。大家老认同，咱拍两下好无？好，谢谢。来，感谢咱的罗来所的咱的陈所长。再来就是咱的皇家宝、皇家碧、甲洪灾工作宣导。首先，咱请咱小组，咱的张小姐，来甲咱秘书姐安尼来放一下歌啊，甲表示欢迎。好。各位各位贵宾哦，各位乡亲大家好哦，我是社工，我姓张啦。啊，今日真欢喜哦，来遮甲大家吼宣传迄家庭暴力。啊，什么是家庭暴力呢？啊，家庭暴力呢，就是诶厝内底有人吼发生可恶诶代志，这就是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一般我拢知影，就是阿仔某相拍，不过吼。阿母相拍，当时就是法律保护的范围。不过像迄，就是两个人，查甫甲查某住做伙，不过无结婚，这嘛算是迄，就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啦。啊，搁有像阮厝内底人的阿公阿嬷啊，也是阿伯的，这拢是阿公阿嬷，这拢是家庭属于法律保护的对象的呢。家庭主要要讲，就是家庭暴力化，就是常常看到家庭暴力的情形的，就是身躯的苦毒啊，就是外口受伤。不过呢，想讲，迄加害者威胁迄被害者吼，讲吼，也是讲你无听我的话，我就无你食饭，也是要对你父母不利吼，这嘛是。造成迄个被害者精神上的迄苦痛吼，这嘛是算家庭暴力咯。
头拄仔讲诶，就是家庭，啥物是家庭暴力，搁有家庭暴力保保护对象。即马我要甲大家讲吼，上吊诶就是家庭暴力发生诶时阵呢，我要安怎保护家己，搁保护别人。第一点呢，就是家庭暴力，你有时啊，有时厝边就是厝边隔壁诶，你有时可能有听到恁阿暗时啊，常常咧哭啊，是安怎？就是有人受伤，你有听到有人，就是厝内有人受伤的情形时阵呢？时阵呢，你就爱较勇敢的吼，打电话打113，113的在派社工的去甲你的厝边隔壁关心。安尼你唔但是吼做好代志一件哦，安尼嘛是就是爱减免社会。社会必要的发生安尼，第二点就是呢，也是你平常时啊，食饱啊，出去就是行行时阵啊，看到足紧急的代志，就是讲看到一个查某摕个菜刀要补一个查某时阵，迄阵千万莫敲医生啊，先敲110，叫警察来叫，再搁敲113，安尼。啊，第三点就是你唔免烦恼哦。烦恼就是讲吼，也是你就是去厝边隔壁发生家庭暴力时阵啊，你敲113吼，你的烦恼就是可能厝边隔壁吼知影吼是你讲的，你唔免烦恼，因为社工会替你补修这笔啦吼。啊，第四点呢，就是阮迄社会处嘛有迄关怀专线，就是5348585。我开到看吼，大家迄宣传迄，大迄里面拢有写吼，嘿，大家会记得再敲来问，啊，像啥物，就是对家己无有啥物问题，都会再敲来问。以上就是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啊，而且呢，就是真欢喜大家吼，真有耐心听我讲，我台语较袂认真啊，所以嘛，真欢喜大家吼，安尼会真有耐心听我讲，所以我即卖我有啥。四种的礼物啦，我有四种问题呢，所以也是有人吼约到吼，啊，就一项礼物安尼。啊，我即马要开始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呢，家庭暴力发生的时阵，你就是听到你。我起码是算家庭暴力啦，嘿，我只是简单讲讲的，安尼，互恁了解。是嘛？哈，恁卡一零啊，是一三啊，吼。哎呀，迄共款的嘿，我只是就是比如安尼尔，互大家了解安尼。不管是查甫还是对查某，对查甫拢是家庭暴力。种安尼，嘛是拢是，就是法律保护的范围安尼。啊，即摆我开始问问题啊，吼。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问大家讲，啊是家庭暴力发生时阵，阮除了会使敲112，搁会使敲几号？我正刚303新手好无？歹势歹势，哦。是毋是也是有，就是迄加害者恐吓迄被害者讲吼，我后日食饭，安尼是安尼，敢有算家庭暴力？有啊。我等下吼，我一二三，那个古龙色先生，好、哦，对。再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有说到我们社会处有一个关怀专线，请问大家知道几号吗？社会处的关怀，
好，那个红色小弟弟啊。可以啦，可以啦。你知道吗？3-5-5的。5-3-4-5-8-5。哦，对，是5-3-4-8-5-8-5。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来问。然后最后的问题就是，就是讲吼，阿是啊，两个人，就是两个人转过会，啊，可能迄个查某就考到迄个查某的后生，啊，恁两个，恁两个无结婚哦，毋过是考到你的后生哦，安尼算是家庭独立保护的对象吗？我三组一二三嘿，一二三，请那个，那个绿色衣服那个小朋友，是哦，对，好，谢谢大家。来，咱即下感谢咱的社会处，咱的张小姐，过来请咱的小红椒，咱的小红椒，这个林宗龙先生，伊来给咱避暑一下，加一寡防灾，一寡防灾先导演练吼，啊，请咱的林先生给咱避暑一下咧。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士官，大家好哈！我是林宗龙乡亲林宗龙，下昏咱来介绍哦，电火器的使用哈，还佫一寡防灾的问题。哦，咱电火器要使用哈，真简单，哦，伊的口诀哈，就是拉拉压，第一个拉啦哈，第一拉就是拉开气管。即、这个洞本来是拢接入遮，吼入去遮，吼咱第一下就开，吼大咱就甲锁开，吼即第一下拉啦吼，下就开就是拉啦吼，第二下拉就是扭啦吼，像正讲正常听有，第二下拉就是扭即个叉烧，吼咱有讲叫叉片吼，第三下压就大咱个气轮吼，气轮即个油分就拉出来，吼咱这个袂歹气。咱这个袂歹去，就是打粉的啦吼。啊，咱开始要大一点，伊个先得打粉就造出来吼，造出来咱就加留存这个火的迄个金箔，就是讲火较低层一点吼。啊，来袂当烧香，啊烧香袂讲火用的吼，为这个飞过来啊，都飞过来安尼吼。好，咱这袂歹去主要就是较简单啦吼。咱个袂去，主要袂得简单。吼、哦，较早有阿公，呾哦，古早时阵有阿公呾甲贴个火底啦吼。阮是无，阮是无在在拍火个啦吼。哦，咱主要有讲就是拉拉呀吼。哦，咱后个月吼，后个月就是咱个防灾月啦吼，就是防灾月吼。咱政府吼。每年伊这时段，拢会做一寡准备的工作，吼、哦，拢会开会，也是各局室，吼、哦，拢来开会来准备这个防灾的工作，吼、哦，其像咱台湾的灾害大部分拢是这个风灾啦，吼、哦，啊风灾拢在诶雨水就较侪时会产生这个水灾，吼、哦，啊所以讲咱爱做一寡吼、哦、准备，也是讲风灾的时阵。吼、哦，咱一寡物件爱保管好，吼，比如讲糖棒，还是啥物物件爱保管好，较袂讲安尼飞过来飞过去吼，感动着吼，还是着伤，迄个做唔好个吼。吼、哦，像这两年啊，我冒过屏东八八水灾时，我冒过屏东平溪湾了吼。吼、哦，爱时阵桥拢断气啦吼，桥断气真危险吼，我着带到桥个中就变个水吼，啊，所以讲要拜托乡亲啦吼。以后灾难发生的时阵吼，麻烦
咱的农村应打电话，打119，还是119，还是报去里长办公室遮，还是公所拢可以。咱赶紧麻烦咱的警察先生赶紧去上桥甲封起来，咱就袂第二接车，马上去联络啊。咱就要检检验这个准时，反正经过支援下面大桥的先做预防的，咱若有发现灾难，咱来赶紧来通报，这算我做工作啦，再来一点就是要提醒各位啦，比如讲咱几路啊，看到坐我车发生车祸，唔知影坐我车是载什么物件，咱是过奇怪，有安那医院的唔知载油还是载化学的物品咱唔好怪吼，咱是较明的，因为伊啊发生车祸了后，伊坐啊有可能发生危险流出来，流出来这物件到底是偌毒？偌多毒，无人知影吼。咱若靠近有知影，迄毒素迄有啊无离无数的啦吼。你若是拄着，有啊数无几处，咱就会发生危险。所以讲，咱若看到这同款离较远的，赶紧来通报，咱119，或是来119，赶紧来处理这个现场吼。啊是讲工厂也是同款，工厂咱这有啊制造什么化学物件，还是什么物件？即摆危险的物件万把种的吼，而且化学的元素足多啦，足深的啦吼。有啊物件是基都无比的吼，就是讲我数着一嘴，哼哼中了 PDN， 咱讲 PDN， 百万分之一就输出来 PDN， 咱就中毒啊吼。有啊咱讲，他所谓讲命就休去啊吼。所以讲，咱若拄着遮有看到灾难现场咱爱注意家己安全。赶紧通报相关的单位，像咱拄仔讲的，赶紧拍119，也是119，这咱拢会先转报啦吼。咱就报告大家，谢谢各位。感谢咱的消防局，咱的消防局的林先生来给咱选择来讲着一寡遮的救灾工作，来予咱大家会了解安尼。再来，就是咱的意见交流，咱对着咱的治安，对着咱的社区，还是咱有啥物问题无？人请咱听，咱有啥物意见，咱的长官拢伫遮，咱来提出意见，来咱的长官来甲咱答复。咱有啥物代志，大家请教，也来甲咱指导安尼。恁即摆看有啥物意见无？大家上看咧，看有啥物意见安尼？来，咱咱今仔种吼，应该是来个监视器啊，看会晓警察迄金属个监视器无？咱即个拄只做先生吼，讲看咱会当加即个监视器无？过来，咱还佫有，过来还佫有即个意见无？来，咱一量提出来讲话紧，咱伫会议当中咱。有什么意见，咱拢尽量提起来讲。好啊，大家上看咧。上无啦，大家拢无意见啦。嘿，好啦，那无大家拢无啥意见，无咱头拄啊拄只迄个李明在甲你讲的说，看一下这个监视器吼，咱请咱的局长甲咱讲这个监视器，甲咱答复一下呢。感谢他做迄位先生吼，来反映讲，我会当加装一挂监视器，
那我的立场，啊，跟我们警察机关的这个想法跟大家都赶快，为了治安，我嘛希望加装每一个路口，重要路口，我嘛希望甲装起来，啊，但是规个婚姻观吼，咱有20个乡镇市啦，吼，乡镇市20个啊，吼，啊，干咱好话，吼，我知，好，我先讲完这些吼，啊，干咱好话吼，嘛有几个参数吼，啊，我头拄讲吼，我甲大家的共识同款，我嘛是认真啦，啊，但是就是讲经费甲预算吼。一定不够，所以咱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地、每一个村，若要争吼，咱来经过会勘呐，就是说经过会勘，这个确实有没有需要？那确实有需要，我们会列入那个建制的入口建制的地方，好、哦，所以他不话你讲做总统啊，讲啊加征，我紧，看咱起码咱人才。咱这社区内底有多位重要的要行政呢？哦，我们列入考虑。那也请你们哈、哦、提出具体的地点来，跟咱潘所来欢迎。啊，潘所会过起来分局再过来进来局，啊，咱这统一哦，整个通盘来考量哦。啊，这个监视器哈、哦，诶，那个监视比咱警察局是保密科。我的司科长今嘛今天来我家，啊，司科长来，你过我家。目前这是咱今年100年都要做的，咱伫咧文科路哈、啊，这个对文科路，甲空军基地头前只今年要一组啦，4个镜头哦，啊，过来就是咱158所，咱连台不锈钢边啊这路口。嘛要装一支，装一组四支。今年100米多，咱这个所在就要装两组八支啦，吼八支。这伫咧吼咱文林关，这就是传递来讲，算作对咱人才已经是非常的好吼。啊，过来若有需要，咱再来反映出来，看到底有地点，真正有需要。你在欢迎，哦，阿关克林，经过那个评估了哦，哈，或需要来建制的，哦，我们会列入考量，哦，英雄刚刚讲的这里，对说明哈、哦，根据监视器的部分，好不好？好。我想咱的王处长，伊今嘛甲恁解说的就是讲，咱的文科部。在咱的咱讲山下路空军的迄个十字路，伊讲永安北线，连在国校边就是咱庄内中路出的这十字路，这是咱的永安北线。所以咱的感谢咱的局长，甲咱爱护，会当予咱在这个所在，搁争取，安尼骑八支啦，诶，两组骑八支，哦，感谢咱王局长。诶，啊，以上啊，够无？这是那个店员啊。来，无咱来较头前一个好无？啊，用麦克风，大家听我。你就要发言哦。好，正好，要发言就在头前，大家看有啦。来，正好。大家好哈，我是刘一慧君哈。啊，趁着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哈，要顺便跟你们局长哈拜托一下，我们今年哈国历的10月1号、2号，我们有全国性的一个庆典，到时候的话要麻烦我们的警察哈，可以让我们帮忙一下。让我们的交通啊，还是我们到时候各方面的资源哈，大概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有1-2万人左右，好、哦，啊，到时候再麻烦你们局长，啊，我们这边的话能够派一点多一点的那个警察来协助我们，就这样。这都问题了哈，咱落来搬错啦，尽量不搞的时候，分个定一下，这行十月，我哋到位就伊就会提出。交通，我们叫做交通疏导计划，好、哦，根据这个地区的特性，哈、哦，还有人潮的多少，那得提出一个交通疏导计划。这你放心，我们来做，哈、哦，好不好？
叫咱的局长来。来来，过来过来来，咱要做。报告我是迄个新疆队总部吼，啊，要来甲咱直接报告就是讲，阮掠贼啦，结果发现咧放贼啦，过来甲咱抢，啊，咧阮后生官僚，佫变来甲厝内，伊佫反正是不讲，还是管袂调。迄个正三年前，是了咧陈建台带军长，阮甲掠着，伊。啊，袂只啊，像做环狗、杂狗行，啊，就行。我今日都破一百，既然无甲关到，当作咧甲阮呛声。哦，只当作顺顺做，则无迄落个。啊，所以有啦，吼，你做哪台有台有事过去啦，但是安尼做，阮就则无保障个啊。哦，这人可能知啦吼，啊，即嘛感觉不来，不过出现无。我就怪你啦！我就怪你啦！啊，但是，但是，你今朝买上来就是中了哦。所以，腰带都落皮了骨啦，来欠车就不了上去啦，吼，对不对？即摆说犯罪吼，即摆犯罪哦，其实哦，我头拄讲的，我甲你大家入面拢同款，抓入去搁放出来，抓入去放出来，80%的案件拢是咧20%人咧做，啊，这意思大家听有无？就是少数人咧犯大部分的案件啦，大部分的人拢善良，拢做跩人嘛，做贼啦就是做贼啦。啊，做贼啦管无去，甲不出来，伊无偷咯，你要做啥？就是嘛是要做贼，偷干股就是偷干股，偷干股就是偷干股，对不对？啊，所以我一直咧建议讲吼，这叫做惯性，对我来讲，这叫惯性，一定爱修啊。判刑，袂使互伊减刑，袂使互伊死，吼，对不对？所以咱，咱有拍，无我拍过。大家说，你以前甲我以前共款啊，迄当来伊阁犯罪啊，对不对？所以吼，我曾经做过一只，我电话咧见面，讲爱压起来，你出来拢阁害人。小等下找一份证，我去讲啦，你出来再讲吼，我讲是讲过啦，我现在你再讲吼。咱比一个啦，他拄仔这个组长讲个气动有无吼？那个气动一个国中个，到今仔阿气哦，一个拄仔出格性侵害，安尼个害死，所以这个袂使放手。啊，那放手就爱去心理治疗，爱去做药物治疗、成人治疗，阿唔再出来，阿无出来个犯罪不害人，对不对？所以吼，这不是你的建议，他做咱的中部中心做建议的，我嘛是建议做的，啊无吼，警察干咱处理起来就处理袂死，对不对？所以吼，大家共同来努力哦，啊你大家拍拼，啊共警察支持，安尼好唔好？这治安再好。好，谢谢。阿叔，你好，我是莲池守望江湖的干事啦吼。啊，我因为我就是针对阮的理念吼，拢即马是阿爹中科遐吼，拢下早时啊，暗时啊拢在运动，就是阮中科到捷运站区啊。啊，问题最近就是吼，几啊件了发生车祸吼，拢开足紧，遐无安全车顶的设施啦。啊，开足紧，然后车东西吼，很大个车。啊，讲吼，伊讲吼，因为阮即个理念，下早拢在运动，到下晡在运动吼，会使麻烦的，会使要着红绿灯标志，有会使互相会走。或者用迄慢坡种迄哦，开车莫遐紧，啊无你唔影迄种遮严重安尼。好，谢谢。我就是你是服务员，我以为你是服务人员，现在也跳出来建议了，这个很好啦，啊你也跳出来了哈。你这个正确的路段哈，尽快的路段哈，来欢迎哈。啊，必要的是交通队来，咱的副主任你讲哈，必要的是咱交通队来给判定。会看一下哈，不过他都要动了。那第三回一到三月份哈，那边有没有有发生吗？他都要说第五的个股啊，那是 A 1 A 2拢做嘛，干那 A 3尔啦，干那 A 3所以 A 3就是拢中着，啊无着伤，干那车车着，啊人无着伤啦。哦，那一到三月份干有？没有啦，那最近三个月无啦哈。啊，不要紧，来交通队副队长这边来说明者。不是，就对阮各位指导较好。对，啊，头下边，
我讲了，做为干事所讲的不对啊。我伫顶礼拜五，有下迄个官府到处，啊，搁拜神，迄个代表，之前就去开会吼。因为我伫迄个土地局里面，我总共有七十八组的好事人吼，七十八组。因为建国前，有几家迄个有签区域路吼，签约吼，啊，有签的有做，其他拢无做吼。因为之前就是官府吼，用迄路来封掉，做封锁掉。所以一般无开通，啊，即目前是哦，几乎90%吼，到时上面路拢拍好啊吼，啊，但是即个目前就是拢无好事一道啦吼。我顶边个目前，阮顶礼拜五吼，啊，个电公司，我甲讲讲，你一定爱电力爱上电，哦，你无上电的话，把你你发用车的话吼，即可能发生火灾哦。即部分阮会将会记录吼，上到电公司，可能我想可能伫最近吼，伊会去看。我马上从迄个上电家己做好，啊，另外我也希望快速吼，因为预判力最近就是因增料群吼，有制造所叫人打，吼，所叫人出去其他部打出地吼，所以因希望吼，咱健康这部分是大家要注意，谢谢，以上。好，但是陈干事吼，原来我了解你是大队长的。看看好戏了吼，哦，我怪青年才俊打个烟斗，他打个一块板，所以要欢迎你的。第二问题叫一定有这关系，好，一定有这关系了哈，我们会办。啊，这个老主席没有错吗？啊，卖头条，卖头条，两只。啊，无他做你这个下场是你讲，啊，叫你这个讲，你怎么讲？好，你好，好，好，谢谢，好。来，阿咱做意见无？阿来请啦，嘿。来呀。十九吼，各位教官大家好吼，啊，荣兴师大大家好。即、这个咱庄的头拄仔有讲出来吼，咱庄的人口查甫有1700多人，啊，查某有1800多人吼，总共有3000多人。咱这个村头算真大吼，但是咱这个村内底路拢无路名，啊，这路名吼，甲咱的这个经济单位吼真密切啦。安怎讲呢？这个对一个所在发生什么代志，哦，需要立刻啦，哦，无一个路名，唔知影要怎通报，哦，这是一个障碍啦吼。啊，所以讲呢，因为咱村内这大。千外户，所以讲就是会当直接来推动这个咱庄的这个路名吼，先是变两条，还是变三条吼？这个路名来甲变出来吼。但咱这个社区的发展吼，应该有这个真大意义，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所以讲，从这个治安、消防哦，这个外县市的人来咱盐山庄，需要怎啊讲去找什么人，啊买什么路？哦，因为这个是对咱是一个进步的一个速度啊意义。以上这是我的想法。啊，当然这个不是经济单位爱来办吼，不过甲咱的经济单位、甲咱这个消防单位应该是做密切的这个相关的。谢谢。来，这个周先生哦，诶，这个建言，咱来委托咱地的咱的新代表。在咱的代表会来向咱的公所来甲咱反映，哦，啊，互咱公所来这个裁定个咧，哦，就是，咱来拜托咱的前代表，伫代表会来提起这项来向咱的公所来反映个咧。来啊，过来咧，过来，啊，有意见无？来啊，小朋友。来，咱即摆，咱的长官哦，咱的长官讲话哦，咱来请咱的副总局，咱的副局长哦，来甲咱讲话，安尼来甲咱致辞一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席人，咱林总办事长哈，啊，说咱我们延职的里长，我们戴里长，以及我们宋代表，以及我们老人会的李会长，以及我们建国里的我们。黄里长以及我们金火站的黄站长，
还有我们亲爱的长官，我们警察局的我们王局长，以及我们警察局的各位长官，以及我们分局的各位同仁，刚才就让大家用心，希望大家好，大家晚安好。